的眼中有泪光闪烁，我的心中有无限寂寞，天涯海角无情的漂泊，只为和你擦肩而过。想起昨日甜蜜的承诺，看着今天悲伤的结果，爱的世界没有什么对错，原来我们都是过客。其实爱情本是一份烈火，熊熊燃烧在你我的心窝，轰轰烈烈烟花总会掉落，平平淡淡才是爱本色。原来爱情本是一份烈火，长长岁月深深把你铭刻，就算爱情给我无尽折磨，谢谢你依然陪我走过。是一团烈火，熊熊燃烧在你我的心窝，轰轰烈烈烟花总会掉落，平平淡淡才是爱本色。原来爱情本是一团烈火，长长岁月深深把你铭刻，就算爱情给我无尽折磨，谢谢你依然陪我走过。这个是那个外衣，我有点冷，有点冷，因为这块儿，哎呀，你可别提了，这老冷了，没有供暖，屋里开的都是空调。这个是工作室吗？是，啊，对对对，那个是那个黄石，啊，对对对，是黄石。猪仔哥还有诚信哥，因为这边没有暖气，所以说吧，就这边有点进屋和屋里和外面是一样的温度。像我们的飞雪，还有我们的闲冠哥，还有强兄秀姐，还有错过走路带风，像我们的没有名字的符号哥送来的六六，谢谢云哥。有不行，还得穿上，冷。就是在外边别人的话穿的那个都比我少，人家都穿那个，我穿的是羽绒服来的。我穿，别人都穿着棉服，我穿着羽绒服还冷呢。他这边冷跟东北的冷不太一样。是小西服，欢迎冷风哥，晚上好。哎呀，帅气的小马，感谢诚信哥送来的锦鲤。去那儿干嘛了？这边有工作室，我过来看一眼。你从开业到现在，我一直没有过来吗？都是我过来瞅一眼，完了待个一两天就当休息了。完这两天呢，我可能就给大家少播一会儿，完了少播一会儿，正好我也当休息了。我今天完了早些睡觉，因为我折腾了，我今天我就睡了一个小时，我回去要早点睡觉。太冷，不是太冷了，一个是太冷，一个是太困。我今天播把真爱召集，我天天每天把那个什么，我每天把那个过那个真爱召集啥的过一过。我就睡了一个多小时，俩小时吗？有差不多，我睡了两个小时。提前看
在这边，这边热，这边手是热乎的，这边手是凉的，这边没有，你摸摸。把那个乱打字儿呀什么的往出封一封，文字静一静。旁边是谁？旁边是你可乐姐姐。谢礼服哥，谢谢我们的林哥，还有老王哥。噔噔噔 噔，空调开了，开了它也是一半，这边热，这边冷。他穿羽绒服坐那儿。没有打榜的下方手机用户可以打打榜，完了还可以抽奖，嗯，在下边就能抽奖了。开高点，不行，开高点的话吹着这边来热，这边来冷。那不能开太大，开太大的话也不行。这是在哪儿啊，乐风哥？这是在那个在哪儿了？叫啥了？啊，对，黄石这边的工作室在这边呢。老记不住这边的名字，有点那个啥，有点就记不住名字。我工作室的话在绥化，这边还有一个工作室。来首歌啊。可能像我跟家里边是不太一样。今天漂亮吗？不知不觉陪你四个年头了，哎呀，爱的太深无就被化作诗，梦的太深无就会无言行，就像
十个麦克风。欢迎星鹏哥，星鹏哥晚上好。谢我们的幸福哥。哒哒哒哒哒。扫描失败了，可能我离得太近了吧。那我等一会儿离远一点的。哥的名字，哥的啊，哎，这个有闪避。喂，哎，好哟，谢谢我们的林哥，还有我们的狼牙，以及我们的逍遥，还有不将就，以及我们的新舞，还有新开课。谢谢我们的那个这个什么什么南齐。南齐城哥，还有我们的媚娘逍遥哥，游客，还有家中有你，谢谢我们的尘埃哥。仙女不见不散，谁？谁？随心所欲哥，感谢随心所欲哥。欢迎飞来飞去，欢迎遇见哥啊，欢迎咱家兄弟们，也欢迎媚娘，还有烽火哥、试毒哥。欢迎棉花有猪哥，猪哥啊，你那个在路上呢，过马上了应该，我看那应该快到了，可能有点慢，不是顺风那个，那个不是顺风的，可能稍微有点慢了一点那个。嗯，我还差多少卡环呀？我帮你看一下，小哥啊。嗯，你刷了一个66，正常我们是5组1314棒棒糖卡环。谢谢我们一毛党的兄弟们，你换直播间了吗？不是，我玉帝要找你们算账，要算什么哥？咋了？出什么事情了？谢谢我们的家中有你哥，谢谢十年如一日哥。嗯，今天的脸好大，这个视频都要贴我的脸上了，它指定会稍微大一点。仙女跑了，小仙女跑了。妈呀！欢迎梁哥，现在有礼物，有新礼物，而且中奖率挺高的。喜欢抽奖可以刷星星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完了有球的话可以帮我走走球就行了，谢谢谢谢啊！啊，说你是仙女下凡，哎呀呀呀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我刚哥送来的锦鲤。你说刚哥有的时候哈、啊，真的就是也不知道咋形容你。你说说我的、训我的也是你，你说成天净事儿的也是你，你说支持我的还是你，你说给我刷鱼的、刷礼物的还是你，你说让我又爱又恨，可咋整这一天？谢谢我冷风哥，感谢我们的花之君哥。背景不一样，以为走错房间了有吗？谢谢我们的七彩女神哥。感谢我们的小玉点，还有七磊哥，祝我们刷星星的兄弟们都多多中奖，记得中个黑翅膀，今天比较适合。怪只怪我对你超级帅，今天。怪只怪我的心超级帅。像个人见人爱难拍一表人才，后悔当初没把你
七彩女神，是我的声音太小了。我听不着我自己，我都几乎听不着我自己的声音了，使家里边的东西吧都使惯了。冷不丁的有点不太适应。雅雅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老风哥，谢谢木头，感谢一毛党的兄弟们，也谢谢我们的汤汤水水哥，谢谢小虎哥，还有我们的回忆刚哥、媚娘，还有我们的七彩女神哥，谢谢我们的季磊哥。季磊哥，我觉得你今天一定能中奖，加油！就这感觉老强烈了，谢谢我们的那个云哥送来的翅膀，感谢云哥，谢谢李福哥，还有小飞粉，以及我们的半斤，还有放手一搏，谢谢我们的浅山哥，感谢我小新哥。不，这有。啊，这不是谁家，这是工作室。这边啥工作室了？黄石。哎呀，热！四一情卡里的男带，像我们的如魔，这周先啥礼物？清风君子哥就刷棒棒糖就行。清风君子哥，看我今天是不是感觉不太一样？我真系真系搞唔明，爱情只可以 say goodbye。那边冷吗？这边没有东北冷，但是屋里边没有暖气，就有点冷。老漂亮了是吗？跟往常不太一样。刚哥问卡黄够不够？刚哥，你不已经有黄了吗？你想再卡一下吗？卡个貂是不是？天冷了，发型好看，可每天都差不太多吗？跟着去湖北了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这边叫黄石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。又中了吗？这又中一个吗？我又老大微信。行，站这儿，站这儿吧。你这老复制啊，你复制多少个？我以为他中好几十个了，我都你要这么复制的话。谢谢我们的胖哥，感谢胖哥。特效确实好看。欢迎呱呱。再有4分钟我们就开启我们的真爱召集了。谢谢呱呱哥，呱哥你绝对能中奖。移动的心啊，心啊，心哎。我的心内，咱俩有没有微信？心内，我的心内，咱俩有微信吗？谢谢我们的守护哥，谢谢我就看看，谢谢我们瓜哥，恭喜傲雪哥送来的锦鲤。叉叉要找我，找我放个龙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完了一会儿去抽奖啊！好像我还没有感谢呢哈，你等一下啊，我好像还没有感谢呢。等一下哈，谢我们的战狼哥，感谢云哥，谢谢我们的中医，还有异动的心，谢我们的轩昂哥，也谢我们的哆啦 A 梦，谢谢放手哥阿狸，也谢谢我们的那个清风哥，谢谢我们的火麒麟，谢我放手一博哥，多少上黄马呀？五组1314棒棒糖就可以卡黄了，幸运星哥，五组水晶球也行。
果想抽奖的话，其实可以刷波星星，刷波星星一会儿我们叉叉连我，叉叉连我之后呢，你们就可以去叉叉家去抽奖啦。三条鱼也行，我接一下叉叉乱动，叉叉应该是那边要开神龙，谢谢我们大哥，感谢叉叉哥呀呀，你换视频了吗，老大？没有，我在那个我在黄石这边工作室着呢。谢谢我们叉叉。我天哪，这视频好好看呐，很美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我这边灯坏了，它灭了。真的，有没有人？就肯定有很多人觉得你这样子更美，特别有韵味。真的，别说那话了，赶紧来来龙，我们好抽奖。来，哎呀，有人开了。没事，有人开了，那咱们来一波。那行，我们来一波。好，来波票，来波票。行，我们先刷来星星，哥哥们。有六六的星星可以刷个六六的星星，一会儿再抽啊，一会儿再抽。我这边可能会有点卡啥的。羡慕的晨晨，谢黎明哥，先刷星星，一会儿去那个咖啡家抽奖啊。容颜给蒙住了。谢谢小弟，谢谢星星。可乐机器什么器都有哦。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我没进来呀，这个。这什么？啊，我一晚上没见过这个东西。没有见过。啊，我没见过，真的。谢雨后的阳光哥哥，咱家还有要抽奖的吗？这呢，这呢，这呢。我咋没有啊？买了就可以了。买了以后还喝水啊？不是，我咋没有啊？哎呦我天！我咋一个都没有啊？好像就有人数吧，应该是。还是不能一个都没有啊？是啊，为啥呢？为啥呀？这我也太惨了吧？嗯，谢谢兄弟们。啊，有星星的可以先发个星星啊！谢谢，星星的可以先发个星星啥的。没有，有三个呀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的给买糖吃，谢谢我们的小阿狸。一会儿去我们叉叉家抽奖，有那个想刷星星的，大家可以先刷波星星，再来一个。我有三个，在哪？要。心狠手辣，欢迎小财神吧，小财神吧，下。星星星星，哎，五组一三一四，星星多少组？星星是二十组吗？五组一三一四，星星。五组一三一四，星星是多少组？星星的话得要个20组吧。星星哥，你要不想刷棒棒糖，20组那个20组星星也可以。今天有团战吗？没有。像我一灯的心，一灯的心呢？我的可乐鸡翅啊。扑棱要飞呢，我这在下面没有啊，逗死我家叉叉，再来一盘，三个，哎呀，哇哇，谢谢，我得出来一下，这样子吗？谢谢，感谢我们一动的心，哎呀，感谢一动新哥送来的鸡翅，哎，我出来一下，你们再教我一下，看是不是在我脸上。你们再教我一下那个水，哎，天哪！哎呦天哪！还真在我脸上，这呢，我这边可多了呢。哎呀，我不小心啊，不小心！我要把这个条儿，那个是不小心点上的。我这真的一个都没有，我这个得大退一下，我估计我这一个都没有。谢谢，感谢得退一下，谢谢不海哥。哎呀妈，今天的鸡翅，欢迎哥哥。哇，好多鸡翅，我要点这个，我不想不小心就点上了，不知道是啥东西。
这跟上次那个扔雪球应该差不多吧，就是以前不是有过出雪球了吗，就可以打别人的，可以就是打。六六哥你中奖了，你们先变抽奖，先变抽奖。小陈哥哥起来一盘。没有啊，我这点不了。冻死了，冻死了！悠闲哥在这，我家叉儿冻死了。叔夏空哥，谢谢我们的寒冷的冬天，感谢冬天哥。哇，放手一搏，哥哥中了一条锦鲤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加油，你一会儿要中发了，中翅膀。放手一搏，哥现在还没开笼呢，你等会儿抽。对对对，等会儿抽。谢谢我们的老疯子。老大多少卡黄？20组1314星星，或者是5组1314帮忙抽。什么我怂？我是真没有啊！我也想点，我是真没有啊！你看我这儿，为啥你是没有个呢？我不知道啊，可能是我没有退号吧，可能没有退过号吧。你看我这老多了，哎呀，等着我下次我看一会儿看一下，我这真没有，我这是真，我自己这显得没有。我是不是有报复心理？几点开楼？等他们别人开完了之后。哎，现在开。行，那我们重点一下。行，好的。我先结束，你再连我。好的，行。哇！谢谢清风君子哥送来的钻戒，哇，纸光呀！这啥情况，清风君子哥？这什么情况？谢谢，感谢我们的那个数字哥，谢谢璀璨人生哥，等集结呀。那行，我把集结开一下哈。他没有点集结的，不行，我呀呀呀呀呀，我不想开，哎呀，那个啥呀，那你就开了，都开了，我退不出去了。他这电脑啥呀，跟连电的时候，我就点叉都点不了，一点哎呀，完了没有点召集的，大家帮忙点一下召集，谢谢我们的立天哥，把这个上面有个符号。啊，乱斗这个地方给他那个叉叉有个符号，完了点过去之后就可以了。开完了啊，就可以了啊。一定要点过去开喽。嗯，来吧。嗯，哇，恭喜小叉叉先选出来，先选出叉叉们抽奖啊！抽奖加油！感谢一只姐姐，谢谢呱呱，谢谢，加油加油啊！也灰色加油！感谢刘大哥，谢谢我们的老疯子，谢谢胖哥。谢谢大猪蹄子，谢谢冷漠，谢谢哥哥们，谢谢高山流水。摘一照集没有过的，直接把摘一照集。哇，呱呱中奖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这张好烦呀，你家的中了好快呀！呀，真的！记得中奖的大哥，记得招招场。谢谢可乐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哥们来抽奖，祝你们都能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。天呀，我中了好多好多，不行，来一盆。我也有，哎，我这还没满呢啊，这点不了。加油加油，好多中鱼的。谢谢男生们的钱哥，谢谢放手一搏哥，谢谢情缘哥。那个英文名字哥哥中了一个天使之翼。中了五颗，中了好多个，刚才恭喜关小雨哥哥，恭喜今天很好中，哥哥们加油，祝你们手到擒来，旗开得胜，小帅帅，谢这个笔，谢谢所以然，谢深色，这个地方那个没有召集的他帮忙点点召集，记得抱一下啊，抱一下抱一下，谢我们的星星哥加油，恭喜我们的小西，谢青年小西哥中得加油。谢战神，谢战神哥，谢谢。谢谢圣兰哥，感谢圣兰哥。哇！哎呦，真好看！谢谢大家抽奖的哥哥们，加油加油！谢我清风君子哥这大特效，没谁了。哇，谁中了一个黑色的翅膀？我好像看见了你家的。啊，是谁？没看他名字。恭喜恭喜啊！哎，谢谢那个林浩南哥哥。现在恭喜夏晨，哎呀又是黑色的翅膀，哇厉害了厉害了，加油加油，先召唤，没有点召唤的大家帮忙点点召唤了，谢谢小小小龙哥哥还跟我说球球，哎，谢谢我挂机玩游戏了，好的笨笨哥你去吧，谢谢何老师吧，抱一下，谢谢不是你的树哥哥，谢谢小龙哥哥，刚才谢谢的兄弟们去那个去那个点不着奖啊，点不着没有点的下方那个障碍障碍，大家帮忙点一点。哇！
哇哦，今天这个龙可以，你看，今天是真命天龙哦，不是水龙了哟。加油加油，还有很多时间。玉米糖哥哥中鱼了，加油再中个翅膀。呀，又有一个，守望星空哥。呀，我泼不了水，点不了，点不了。泼水干有什么用吗？啊、哦，我欢迎冷风的神，我的妈，这么多，让你打我，让你打我，谢谢整个，招上有点了，还差20的，大家帮忙点点召唤，我们互相报复。谢谢小宝贝，我这点不了，好气呀、啊，好气呀、啊！谢谢燕，谢谢小宝贝，出现的哥哥们加油！能买多少盆啊？谢谢冷风哥，感谢冷风的哥。是不是连电了多少盆啊？这是被冻死了，我都，我有20个，我这真的不对，真的点不了。谢谢那个点点点哥，谢谢点点点哥，又三个哥，感谢苏珍家长。呀，我又看见一个，中了天使之翼。陆下雨，进了抽奖，进了抽奖。哇，恭喜！开始出了，开始出了，一出的话一个一个接着一个这个。没有抽奖，快去抽奖啊！谢谢，集结还差16个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现在清风金子哥送来的钻戒又是一个吗？这是？天呀，是什么情况？我天哪，不得了不得了！我再看啥天使之翼爆盘啊！哇，又中了，好像又有谁中了？我看见了，好几个呢！哥哥，加油！欢迎峰哥把开始放一下，欢迎峰哥，还有时间，欢迎峰哥回家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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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看你中了一条锦鲤，见明华有珠子啊，应该是版本的问题。对，应该可能我没有重启。我家里边的电脑，战少机还差13个，大家没有上方的点，谢谢天哥哥，谢谢。那个恭喜中，不管是中什么，中鱼啊，中翅膀，中白翅膀、黑翅膀，恭喜这些哥哥们，恭喜你们哟。反正我看我这公屏。还差13个，加油！应该是那个啥，我家里边就没有这个高阶合成啥的，他这个是电脑就有。还差13个，大家没有点的话可以帮忙点一点啊，帮忙点一点，帮忙点一点。对对，上方有一个符号，就是那个投票过了之后哈、啊、就可以点了，就投票不有个打榜吗？把打榜那个翻过去，只要你有一个 YB 就可以点了，就差13个了，就差13个了，加加油！我刚才点错了，加油！加油！还差12个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还差12个了。那个咱家有还有没开这个飞儿姐挚爱团的哥哥们可以开一下。你还开龙吗？我不开了，没有了，就只有这么一个。还差12个，还差12个，只要就上方有一个那个，哎呦叫什么了？摸摸头摸头，我开一个召集啊，我也开个召集。好，我们互相点一点，啊，互相点一点。我在召集，我在召集，还差12个呢，加油！还有1分钟的时间，就上方哈，能翻过来的话，有一个就是那个转换的那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，还有11个转换的地方，还差10个，对对对，有个小箭头，我相信奇迹一定会有的，还差10个我们就过完了，就有那个转换一转过来，只要你有 YB 的话，没有帮忙充一个小 YB， 千万别开多了，就开一个月就好，还差9个我们就完成了，还有30多秒的时间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奇迹一定会有的，快快快快快加加油，还差9个，还差9个。还过去看一下，还差7个了，开个真，还差7个。上方有个箭头，一翻过来就翻过来了。还有6个，六个，谢冷风哥送来的锦鲤。还有4个，还有3个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还有2个，不可以，谢谢无赖哥哥，谢谢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绝对可以了，100%的。你那个剩多少了？完，大家没有那个叉叉加真爱的，我这个够呛。我看你转播还差多少个？看一下。好多呢，我本来都有200多个，现在都已经掉到100个了。哎呀妈，就拔了，兄弟们去给葫芦葫芦。
没有点积极的把积极也帮忙点一点，还有那召唤也点一点。谢冷风哥，想抽个白鸡是真难。你跟白鸡说你气不气人？中了个黑翅膀，他说中个白鸡是真难。你说这人气不气人？你说 OK？ 哎呀，过了，谢谢，哇谢谢下放了集结，大家有集结的话，太厉害了，过一过太厉害了，谢谢舅舅的哥哥们，哎呦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哎呀，你太帅了，清风哥。等会儿啊，我这电脑没有挂微信。那个啥，兄弟们，就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个短信？欢迎清风君子哥，给我清风君子哥一会儿好好来一个。欢迎南征哥，就是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个短信？就是年度了什么的，啊、嗯，他们告诉我，哎，我怎么收到你的短信了？是不是收到一个你的邀请？过几天你上年度了，微信上你咋没有那个啥？有收到了是吗？臭不要脸，我微信都没资深，你短信就过去了。你看有收到的应该是绑定或者是可以通知的那种。短信不是我发的，应该是官方大大发的，还怕你们把我忘了那个是。谢梦里哥，谢深蓝哥，谢伤痕哥，谢我清风哥。谢谢清风哥送来的那个大么么哒。我把那个咱们家那个啥，像梦里哥还有浅追一格，我把那个前十的激战榜感谢一下。怎么卡环呀？20组星星，或者是5组134棒棒糖，或者是5组134的球。像我们的傲卷哥、刚哥侠，还有小飞粉以及溜达哥，谢谢我郭海哥啊！来，先放手一搏，还有武汉哥、深蓝哥，还有我们的清风，谢谢我们的冷风哥。你直播就发短信通知，那应该是订阅了，你开直播就会有短信通知啊。我知道了，其实有利也有弊，我直播为什么就这么能准时的上线？我觉得什么声？他直播间号多少？你给我发了。你们猜是什么声音？旁边那个在打鼓。来，我俩加一下那个，歪歪来，我乱逗他一下。我说什么东西叮咣叮咣的，旁边在打鼓。你看一下他歪歪号多少吧，要下他。好友，欢迎深蓝哥，把深蓝哥抱一下。老大，给我一个皇马呗，常老师看一下，不皇马得改一下皇马哈，咱们家皇马千万不能落下。谢谢梦里哥，欢迎南哥，给兄弟们来首歌，谢谢清风哥。始终点傻傻地看着你，眼角不留一
不累，惹好了要坚强足流泪。在那儿，谢谢我们的那个，感谢我们的五五五五哥。嗯，等会啊，不对呀，没有啊啊，整错了，啊，找错了，你咋瘦这么多？我减肥了呀，我瘦了呀，因为他们说减肥很好看，我就减了。不对呀、啊，嗯，瘦下来女神的味道，那是。跟你稍稍等我一下，加个好友啊，班友。啊？是这个吗？不是。你看一眼，我饿瘦的，
南哥是男真哥吗？应该是，应该不会错的。欢迎帝君哥，谢谢我们的木易哥。哎，星星不要一个个刷，这样的话他不能抽奖。那你打错了吧？真是的，我还以为我又错了呢，我都一个月没吃饭了。谢谢我们家胖哥，谢谢强强哥，谢谢帝君哥。我瞧瞧对面是怎么回事，定广的。哎呀，清风哥你要走了呀，你等一下，我再给清风哥来首歌的。嗯，你别吓人家，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。南真哥说女人减肥和男人戒烟一样，佩服。真的吗？那多少得鼓励鼓励是不是？谢谢。哎呦，我不直播了，我跟你们聊会天我就下了。再以后哈，再跟你说一遍，兄弟们，有什么事儿你们别在公屏上说啊，就是你们说的啥事儿哈，管理都告诉我了。嗯，一定要听话。我说我知道了啊，这个事儿完了，这个事儿就翻篇，我们就过去就不说了啊。听话一定，听见没？再说的话就不听话了。还能让我总说吗？聊五分钟的我们就下。也谢谢我深蓝哥。啊，谢谢兄弟们，感谢我中一哥，好多都下了，嗯，我也下了，嗯，今天确实也挺那个啥的，也挺累的，完了我就早下，小姐，我小姐坐着，哎呀，冷风哥，冷风哥，我要下了，累了一天了，主要是真累，真的，我从下了直播，我昨天是几点下的，小姐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昨天几点下的？老大，我出500，我给你凑个50万的榜。现在是啥？你不下了吗？等会儿有人要给我凑榜，别吵着。你出500，还有啥？背景不错。我告诉你，就是我拿的是这个灯哈，我拿的是这个灯，因为我知道它这块有点那个啥，它是那个充电的后边，它是后边充电的啊，这个灯。完了之后吧。那边就没电了，完了就那个啥，发型很重要，咋的呢？这灯好看呀，还差4000呀，4000有点太难了，这样瞅着不成熟吗？其实还好，越往后越黑，要不我就给你们站着了。这灯看看，这灯没电了，就普通的那个，就是小灯什么的。谢谢我们的那个商哥，感谢商哥。但今天没劲儿，今天没睡好，等明天也给你们少播一会儿。明天少播一会儿，我今天早一点下，是吧？也没太早，嗯，今天比较有范儿，还行。谢谢商哥，哎呀，你们这给我凑榜吗？我们凑个百元榜得了，要不？我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回去我再洗个澡什么的。谢谢，哎呀，谢谢我们的武汉华泰哥，谢谢武泰哈华泰哥，谢谢我们的雾水一人哥，整几个手电筒。嗯，其实头型真挺重要哈。谢谢我们的傲雪哥，感谢傲雪哥。我是不是就适合这种偏粉呀？不适合中粉？什么玩意？对对。
谢傲雪，感谢傲雪，现在手机快没电了。谢谢武汉哥，拜拜，走了，笑看人生哥，拜拜。头型一换，像变了一个人。谢谢我立明哥，昨天快一点下了，我那个时候说你还在感谢贡献榜啊，那我再收拾，我差不多吧。哎，我觉得我都有的时候觉得，真的，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都佩服我自己，我都超神了。就是有的时候真的，你别看我真的瘦了一点，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小胖子，但是不是特别胖哈。感谢我们的那个波海哥，我不是特别胖，因为我在减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，他们我今天中午吃了一